我就姓刘嘅，咁啊英文名叫 Victor 啦，就系冲绳会计师事务所同埋冲绳集团有限公司嘅负责人啦。当然好开心啦，即系得到呢个奖，因为咧喺即系而家疫情底下咧，都能够可以攞到呢个奖咧，就证明咗咧我哋冲绳会计师事务所同埋冲绳集团咧都有相当嘅实力咧，仍然咧可以企得住。我哋公司嘅傑出之處咧，就係因為通常會計師樓咧都會係有兩間公司嘅啫，啊會計師樓同埋一個秘書服務公司。咁我哋除咗係會計師樓同埋有秘書服務公司咧，亦都有財富管理嘅公司啦、資產管理嘅公司啦、上市服務啦、項目投資啦，同埋優質產品嘅公司嘅。咁我哋最優秀之處咧，就係因為我哋着重呢個知識同埋經驗並重嘅。咁變咗我哋有財務策劃師嘅牌照啦，同埋地產公司嘅牌照，再加埋我哋資深執業會計師嘅牌照咧，喺市場上咧，相信都係喺行裏面咧都會 fin 1% 左右嘅會計師咧，同時擁有咁多項嘅專業資格。同埋咁多唔同嘅業務嘅範數咁樣咯。